face! In your face! 啊，拍谁？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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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恭喜你！我可以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啊！你要先对我好啊！稍等一下好吗？ 李永德爱我，你被拉炮打的都打稀巴烂。李永德爱我，李永德今后只能爱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他爱你的二头肌吧？嗯，我就是民进党籍的漂亮宝贝邱啊，不对，现在我改口了，我现在今天只是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今天我只是李永德的漂亮宝贝邱意。我今天结婚了啦！ 阿Q姐嘛，我赶快猛攻这里哈，阿被谁生贵的这囡仔哈，那因为我是三字头的新娘，还没到四字头，三字头，我六月才40岁，所以我现在还是39个啦，没啦，生三个啦哈，那我回答阿Q姐哈，能不能生三个呢？ 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，我真的会真惨报国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个把手，哎，哇！这个把手不是盖的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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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喊进来，然后踢过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哈，恭喜了，恭喜了啊！高秉栋哈，我看他们已经大概招已经快出完了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啊，大学的学费也不涨啦，然后还有这个票价也不涨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另外呢，要涨的是什么？就薪水涨的，现在好像通过了嘛，哈，要涨3%，所以这等于他们招都已经用完了啦，哈。不过起码加4月你啊，对不哈？那等到真的选举的时候，还有8个月，哈。那这就好像我们平常在打一副那个扑克牌一样，哈。扑克牌，比如说我们在打大老二，哈。啊，你第一次出招的时候，哈，你就把3只大老二打掉了。哎呦，啊，你后面边边都干了八个把人一。后面只剩怪物了，后面只剩下梅花山啊这些小白啊，他没有那桐花顺了，没有桐花顺的都打掉了，先丢了。一开始就要先从梅花山出啦，你啊那都没有呀。我啦，外一手提供，把他可能是他可能是3张2，然后弄2张有梅花山是二葫芦先出，他是白痴。对对对，也对不对？这个国光小姐，你是小姐吗？啊，对他，对对对对对，丢了哈，就是这艺术啦哈，一开始就出牌了。那这样你后面哦就没有招了哈，但是我必须要讲哈，这跟台湾人的优点就是健忘，哎，今天你生气，明仔都袂记啊，今日欢喜，明仔嘛袂记啊，啊，你现在把这些东西丢出来哈，然后到选举前的时候哈，我们民进党呢就会再爆你们几个国民党的弊案，哎，啊，你这种脑死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大老二3张大老二都打完啦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另外1张大老二在哪里？另外那个大老二在我老公那里。他意思说他老公有跟着一起玩啦，所以说玩这么晚。我老公也有一张很好的牌，要准备要出啊。没有错。而且我老公一定是黑桃最大的那个。谢谢。OK。